我们的产品是依托别人的团队，依托别人帮我们运输，总体的成本是不可控的。特别在全球化竞争、信息透明的情况下。 如果说供应链成本居高不下的话，那我们产品竞争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。所以说，我们建自己的团队，在成本上能够帮助我们稳定好。